大家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张文静，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这套新概念法语入门。这套教材呢，侧重于绘画交流，实用性很强，对大家提高法语口语水平有非常大的帮助。想必大家都很希望能像法国人一样，说一口优雅而流利的法语。我相信，只要大家跟我一起从发音练起，认真学，大胆练，一点一滴慢慢积累。不久之后，大家一定可以说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法语，让我们共同努力吧。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我刚才向大家表示问候的那句话 "Bonjour"，那是法国人见面时最基本的问候方式。今天我们就首先学习法国人见面时的问候方式 "Leçon 1，Salutation"。在这课里面，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的是法语的26个字母。法语跟英语一样，同样使用26个字母，但是法语的每个字母，它的名称、发音跟英语都是不同的。请大家跟我读一遍：a、b、c、d、e、f、g、h、i。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好，刚才我们读了法语的26个字母，那么在这26个字母之中呢，其中的 a、e、i、o、u、y 这六个字母都是元音字母，其他的20个字母是辅音字母。除了刚才读的26个字母之外，在法语里面还有几个注音符号，分别是开音符、闭音符、长音符、分音符以及软音符。这些符号要跟元音字母或者辅音字母组合在一起使用。学完了26个字母之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课需要掌握的几个元音因素和辅音因素。在这课里面，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元音因素是元音 r。元音 r 的发音方法，我们要把舌头平放在口中，舌尖抵着下齿龈，嘴唇的形状是椭圆形的，开口度是在法语的元音之中最大的。法语的元音发音的时候还要注意的一点，很重要的问题是发音的时候口腔肌肉一定要非常的紧张，一定要非常的用力。请大家跟我读一下这个元音。啊，下面我们把这个元音放在单词里面，跟我读一下：ga、la、ma、na、ba、sa、mal、sal、malade。刚才我们学完了这一课的第一个元音啊。我们下面看这课要学的第二个元音，i。发元音 i 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舌尖仍然抵在下齿龈，舌前部稍微抬起来一点，口腔上下打开的程度比 r 比刚才我们学的 r 要小，但是口腔左右打开的幅度比 r 更加的大。请大家跟我读，i。下面放到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给、来、买、奶、带、塞、même、scène、elle。下面我们看这一课要学的第三个元音因素，这是一个鼻化元音，这个音读 on。那么发 on 这个元音的时候，舌头要向后缩，双唇突出成圆形。
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中出来。大家跟我读一遍，ong ong。下面放在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bomb wong fong dong song comble salon parution。下面我们看下一个元音因素，这个元音因素是 e。这个 e 这个元音是一个闭口音，发音的特点是开口度很小。那么发这个元音的时候，舌尖仍然抵在下齿处，舌前部略向硬腭抬起，嘴角向后缩，双唇仍然突出成圆形，开口度非常小。请大家跟我读一遍这个音素 ，e e。放在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 ，de se fe ve vendeuse ne pne que courageux。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一课要学的最后一个元音因素，这是元音 u。发元音 u 的时候，舌头要向后缩，舌前部是比较低的，而后部要稍微抬起来一点。u 这个元音同样也是一个元唇音，双唇要突出成圆形，开口度比刚才学的 e 稍微大一点，但仍然是比较小的。请大家跟我读 u u。在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一遍。out, nu, lu, souple, goûter, pousse。好，刚才我们学习了这一课要掌握的元音因素，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我们要掌握哪些辅音因素。我们在这一课要掌握的第一个辅音，这是辅音 b。发这个辅音 b 的时候，要注意上下嘴唇要紧闭。气流受阻后突然冲出口腔，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b b b。这个辅音在法语里面属于清辅音，法语的清辅音发音的要求是使用口腔发音，声带尽量不震动。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虽然它是一个清辅音，但是发 b 这个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发成爆破音，也就是说我们发的是 b 而不是 p。请大家再跟我读一遍这个辅音 ，b b。放在单词里面跟我读一遍 ，ball ball bill pièce。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课学的第二个辅音因素，仍然是一个清辅音，这个辅音是 d。发这个辅音 d 的时候，舌尖要抵上齿，气流受阻后同样是冲出口腔的。这个的同样是一个清辅音，跟刚才的 b 类似，用口腔发音，声带不震动。请大家跟我读的的。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的 dat dat deep。我们在这一课要学习的第三个辅音是辅音 l， 这个音的发音方法，舌尖要抵上齿。气流部分受阻，从舌头两边外出，声带是要震动的，这是一个浊辅音，请大家跟我读 l l。 在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 li las less len。 我们要学的下一个辅音是辅音 r， 辅音 r 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难以掌握的辅音。这个辅音是一个小舌颤音，发音的方法：舌尖抵下齿，舌后部向软腭抬起，小舌下垂。那么气流出来的时候，可以带动这个小舌，这个小舌颤动之后发出辅音 “e”。那么这个音发音的诀窍是：我们发这个辅音的时候，喉咙一定要放松，让小舌自然下垂。如果喉咙很紧张的话，小舌抬上去，这个气流出来就没有办法带动它。所以发这个辅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喉咙一定要放松，让小舌自然下垂。请大家跟我读 ，e e。放在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 ，who
lire, rare, artistique。我们下面来看辅音 m，辅音 m 是一个塞音，发这个辅音的时候要求双唇并拢，软腭下降，气流在口腔中受到完全的阻碍，然后用鼻腔外出，震动声带。请大家跟我读 m m。放在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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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mage。我们今天要学的最后一个辅音，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最后一个音素，这是辅音 r。辅音 r 是一个卷舌音，发这个音的时候，舌尖要向上抬起来，那么气流部分受阻，由舌尖与上齿稍后的部分摩擦发出来，声带同样要震动。请大家跟我读 r r。要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发辅音 r 的时候，嘴唇要略微向前突出，我们一般管这种辅音叫做圆唇辅音，嘴唇略微向前突出，请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z，z。放在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 ，jeune，age，serge，rouge。好，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本课的 Flash 动画 C2 Plan。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Moi aussi. Merci. Au revoir, monsieur. Au revoir. 接下来我们学一下动画中出现的单词，请大家跟我读。Bonjour. 您好，日安，早安。Monsieur. 先生。Comment?如何？怎样 ？Comment allez-vous？ 您身体好吗 ？Vous， 您，或者是你们。太，很，非常。Bien， 好。Merci， 谢谢。A， 和于及，法语中的 A 是一个表示并列的连词。Moi， 我。Aussi， 也如此，同样。Au revoir， 再见。好，请大家跟我读一遍我们学过的这些单词。Bonjour， Monsieur， Comment， Comment allez-vous？ Vous， Très bien。Merci. Hey. Moi. Aussi. Revoir. 在这一课，我们需要了解法语中最基本的几条语音知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音素。音素是语言的语音形式的最小单位。法语是由音素构成的。法语的音素一共有35个。音素可以分成两大类，元音与辅音。法语的元音一共有15个。发元音的特点是发音的时候声带要震动，气流通过口腔时不受其他发音器官，例如嘴唇、牙齿的阻碍。而法语中的辅音一共有17个，发音的时候气流多少会受到嘴唇、牙齿等发音器官的阻碍。除此之外，法语中还有半元音，一共是3个。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法语中的音节。音节是以元音为基础的，一个单词里面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音节，只有元音没有辅音也算是一个音节，但是如果只有辅音没有元音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音节了。那么法语中的音节呢，分2种。第一种叫做开音节，开音节的特点是以元音结尾，注意这里说的是元音音素而不是元音字母。例如单词 merci， merci 的第二个音节 c 就是一个开音节，以及单词 moi， 这是一个单音节词，一共只有一个音节，而它也是一个开音节。除了开音节之外，第二种音节叫做闭音节，
闭音节与开音节相反，它总是以辅音结尾。注意，这里说的也是辅音，而不是辅音字母。像我们刚才读的单词 merci 的第一音节 mère， 这就是一个闭音节。其他的闭音节，例如 madame 之中的第二个音节 dame， 有 m 这个辅音结尾的，也是一个闭音节。我们刚才在课文里面学过的见面打招呼的话 bonjour， 其中的 jour 同样也是一个闭音节。掌握了开音节和闭音节之后，我们下面要看一下法语中的重音特点。与英语、意大利语等其他的语言不一样，法语中的重音一定是落在单词或者词组中的最后一个音节上。在法语里面，当我们每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一般都用 bonjour。 bonjour 这句话是白天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只要是白天都可以使用。如果是晚上见面，天已经黑了的话，我们就不使用 bonjour 来打招呼，而使用另外一句晚上好 bonsoir。 monsieur、 madame、 mademoiselle 这三个词分别是先生、夫人、小姐的意思。 monsieur 是先生，对方如果是男性，我们都用 monsieur 来称呼对方。而对方如果是女性的话，已婚女性应该使用 madame， 而未婚女性应该使用 mademoiselle。 如果我们碰到一个陌生的女性，不知道对方已婚未婚的话，我们一般首先使用 madame。 好，下面我们进入练习环节，请两位同学上来和我一起练习一下我们刚才在对话中学过的一些句型。好，现在有两位同学到我们的讲台上来，我们假设这两位同学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请他们互相介绍。 S'il vous plaît. Bonjour, mademoiselle. Comment allez-vous? Je vais bien, merci. Et vous? Moi aussi, merci. 好，希望这两位同学注意你们的发音。 Mademoiselle. Mademoiselle. Comment allez-vous? Comment allez-vous? Je vais bien. Je vais bien. Merci. Merci. 好，谢谢两位同学。 Merci.Merci. 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到了走进法国这个环节了。在这一课里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法国人见面是如何问候的。在法国，两个人见面之后，除了说 bonjour 之外，一般有握手礼以及亲吻礼。亲吻礼一般在女士之间或者男女之间，两个人互相亲吻对方的左右脸颊两下。而男性友人之间一般来说实行握手礼，或者有时候也会用互相拥抱的方式问好。在法国，夏天晚上七八点或者冬天晚上五六点之前，只要天是亮的都可以用 bonjour 来问候，如果天黑了以后呢，就只能使用 bonsoir。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我们一般在一天之中只说一次 bonjour， 而第二次见面就可以说和 bonjour，或者只要微笑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第一课就学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Merci. Au revoir.大家好，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法国人见面问候的方式，那么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将要学习法国人是如何定约会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课我们将要遇到的几个新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元音 e， 发这个元音 e 的方法，舌尖要抵着下齿，舌前部向硬腭抬起。 e 这个元音的特点是口腔上下打开的幅度非常小，但是左右打开的幅度非常大。希望大家跟我读一下 e e， 放在单词里面跟我读一下 li ni il midi。 下面我们来看这课将要出现的第二个元音因素。第二个元音是元音 u， 那么元音 u 的舌位与开口度跟刚才学的这个元音 e 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发元音 u 的时候双唇要向前突出成圆形。请大家跟我读一下 u u， 放在单词里请跟我读一遍
du, salut, statut, usine。我们下面来看这一课出现的第三个元音，元音 a。发这个元音 a 的时候，舌尖要抵下齿，要注意这个舌头不能卷起来，舌尖要抵着下齿，舌前部稍微抬起来一点，开口度跟我们上一课学的元音 a 是相同的，但是发元音 a 的时候，嘴唇要向前突出，呈比较圆的形状。大家跟我读一遍 ，a a， 放在单词里面，请跟我读 ，le debout vendredi venir。好，下面一个元音，元音 a 的发音方法，舌尖同样是抵下齿，舌前部也是略向硬腭抬起，嘴角要向后缩，开口度在元音 i 和元音 e 之间，请大家跟我读 ，a a， 放在单词里，请跟我读 ，café fumer liser c。下面我们来看这课要学的最后一个元音因素，元音因素 e 与这个刚才我们学过的元音 e 是相似的，但是发音的时候，嘴唇要向前更加的突出。同时口腔的肌肉更加的紧张，请大家跟我读 ，e e， 放在单词里面跟我读一遍 ，er sur ber ber。好，这一课要学的元音因素到这里就没有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一课要出现的一些辅音因素。首先第一个辅音是辅音 b。发这个辅音 b 的时候，上下嘴唇要先紧闭，气流受到阻碍之后呢，突然冲出口腔，同时声带应该震动。注意辅音 b 是一个浊辅音，在发浊辅音的时候，希望大家注意发音的位置比较低，用声带震动，用喉咙来发音，这个音发出来的结果是比较浑浊的。请大家跟我读 b b，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ball。ba bile bière。 我们这一课要学习的第二个辅音因素同样是一个浊辅音，这个辅音是 d， 发辅音 d 的时候，舌尖应该抵在上齿上，那么气流受到阻碍之后，同样是 突然冲出口腔，声带也是要震动的，请大家跟我读 d d， 发浊辅音的时候还是同样要注意声带震动的问题。再跟我读一遍 ，d d，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d that that din。 我们这课要学习的第三个辅音因素是一个摩擦音，这个辅音是 s， 发这个 s 这个辅音的时候，注意上下牙齿咬紧，气流从牙齿的缝隙里面摩擦出来，请大家跟我读 s。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sa sap lis bisin。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课我们要学习哪些语音知识。刚才在我们学习的辅音因素之中，大家应该听我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清辅音和浊辅音。那么法语的辅音因素都是分成这两种，分成清辅音和浊辅音。我们来看这课要学习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辅音，这个辅音是 f， 这个 f 同样是一个摩擦音，发这个辅音 f 的时候，希望大家注意上牙齿要咬着下嘴唇，请大家跟我读 f f，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nef fat fanatic fu。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一课需要掌握哪些语音知识。刚才在我们读语音的时候，大家应该发现我们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清辅音或者浊辅音。那么清辅音的特点是发音的时候声带是不震动的，例如我们学过的这几个辅音 b d g 都是清辅音，而浊辅音和清辅音正好相反，发音的时候声带必须要强烈的震动，例如我们学过的这几个辅音 b d g。在法语里面，清辅音和浊辅音经常是成对出现的，希望大家多做对比练习。
我们在这一课要掌握的第二个语音概念叫做节奏组。那么法语的句子都可以按照意义和语法结构分成几个节奏组。节奏组的主体一般是实词，比如说名词、动词或者形容词。那么虚词，比如说冠词、连词、介词，它是不能成为节奏组的主体的。了解了节奏组之后，希望大家注意，每一个节奏组之中呢，只能有一个重音，那么这个重音应该出现在节奏组的最后一个音节，而节奏组的其他单词呢，就不再保留原来词末的重音了。例如，在节奏组 au cinéma 之中，这个重音只出现在最后一个音节 ma 上面，这个 ma 上面才有重音，前面的 o 就不出现重音了。我们在这一课要了解的最后一个语音现象叫做连诵。连诵现象是法语特有的一种语音现象，出现连诵现象的条件是在同一个节奏组里面，如果前一个单词以不发音的辅音字母结尾，而后一个单词正好又以元音字母开头或者养音阿什开头的话，那么前一个单词词末的本来不发音的这个辅音字母应该跟后面这个单词的词首元音字母拼起来发音，构成一个音节。例如 Comment allez-vous 这句话， Comment 词尾的 day 本来是不发音的，但是后面有动词 allez， 后面这个动词 allez 的词首正好又是元音字母 a， 那么在这个时候本来不发音的这个字母 day 应该跟后面的 allez 拼起来变成一个音节，所以这句话我们 读出来是 Comment allez-vous 而不是 Comment allez-vous。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本课的 Flash 动画。S'il vous plaît. Qu'est-ce que tu fais ce soir ? Rien de prévu. On va au cinéma ? Quel film ? C'est un nouveau film français. Dans quel cinéma ? Le cinéma Libération. Rendez-vous à 7h30 ce soir à l'entrée du cinéma. D'accord ?Entendu. 接下来我们学习动画中出现的生词。这课出现的第一个生词叫做 qu'est-ce que。 qu'est-ce que 一般用在疑问句里面，它的意思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qu'est-ce que c'est， qu'est-ce que c'est 就是这是什么。还有 qu'est-ce que tu fai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问的是您或者你在干什么。第二个单词 rien，黑暗的含义是没有，没有任何东西。那么黑暗这个词一般总是跟呢连在一起用，放在动词的前后。第三个单词是动词 prévoir， prévoir 的意思是预见、预测。第四个单词是 du， du 是一个主语人称代词，注意在一句话里面只能做主语。那么 du 是第二人称单数的主语人称代词，也就是说 du的意思就是你，但是要注意，只有在做主语的时候，你才能用 do。如果是做宾语或者做一句话的其他成分，这个你就不能用 do。好，下面一个动词是动词 vouloir， 动词 vouloir 的含义是想、愿意。那么 vouloir 这个动词的用法，后面一般是加动词的不定式。比如说 je veux travailler， 我愿意工作，我想工作。 vouloir 后面也可以加名词，比如说 je veux un café， 我想要一杯咖啡，加动词加名词都可以作为它的宾语。下面一个是动词 aller， aller 的意思是去，到某个地方去。 aller 这个动词是不能加宾语的，只能加地点状语，例如 aller au cinéma， 去电影院。下面一个是疑问形容词 quel，盖了的意思是什么，那么盖了后面必须得加一个名词。盖了和其他的形容词一样，它必须跟它后面的形容词有性数配合。注意盖了的阴性形式需要双写 i 了，然后再在词尾加 a。 下面一个单词是名词 film， 注意这个单词的发音是比较特殊的。按照法语的语音规则， m 这种辅音字母在词尾本来应该是不发音的，但是在这个单词里面 film 这个单词里面 m 在词尾它也得发音。下面是一个句型 say， say 的意思是这是， say 后面既可以加人也可以加物，
例如 c'est Pierre， 它的意思就是这是 Pierre。 如果你说 c'est une table， 那就是这是一张桌子。人和物都可以放在 c'est 后面。下面是形容词 nouveau， 注意这个形容词的意思不是很复杂。 nouveau 的意思是新的，但是 nouveau 的特点是它的性数变化比较特殊。 nouveau 的阴性变成 nouvelle， nouveau 的复数阳性复数 nouveau 加 x， 阴性复数是 nouvelle 后面加 s。 除此之外， nouveau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阳性单数有两种形式，除了我们刚才学的 nouveau 之外，还有一种 nouvelle， elle 结尾的 nouvelle。 这个 nouvelle 只能用在阳性单数同时又是元音字母或者哑音 h 开头的名词前面。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français， français 的意思是法国的，français 的阴性要读 française。 下面一个是介词 dans， dans 的意思是在什么东西的里面，在什么东西的内部，是一个表示方位的介词。下面是 le cinéma libération， le cinéma libération 是一个电影院的名字，叫做解放电影院。 cinéma 就是电影院的意思， libération 是它的名字。当然如果这个电影院不叫 libération， 叫其他的名字的话，我们就把 libération 换成其他的词。下面一个是名词 rendezvous， rendezvous 的意思是约会。 rendezvous 前面可以加不同的动词，例如 avoir rendezvous， 它的意思就是有约会。 prendre rendezvous， 它的意思就是定约会。下面是一个数词，这个数词是 set， set 的意思就是七。那么 set 的发音希望大家注意，词尾的 day 是要发音的，而 day 前面的字母 bay 反而不发音，这也是一个例外不符合语音规则的现象。下面一个单词叫做 heure， 的意思是小时，但是在法语里面 heure 除了小时之外， heure 也可以表示几点钟，也就是说跟我们刚才学过的 set 搭配起来， set heure 有两种含义，有时候是七个小时的意思，有时候是七点钟的意思，要看这句话的语境来理解。下面一个是既是名词又是形容词的，叫做 demi， demi 的意思是一半，二分之一。下面一个是名词 soir， 的意思是晚上。 soir 之后是介词 à， 这个介词 à 的意义是非常多的，介词 à 一般表示在某个地点，但是以后我们会见到介词 à 可以起到其他的作用，有时候这个介词甚至没有什么意思，它只是起到某种语法作用而已。下面一个名词是 entrée 的意思是入口，例如我们刚才学过名词 cinéma， 把它组合在一起 à l'entrée du cinéma， 就是在电影院的入口。下面是一个副词 d'accord 的意思是同意赞成，表示赞成对方意见的时候我们一般用 d'accord 来表示。最后一个形容词是形容词 entendu 的意思是说好了，一言为定。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学习以下的几个句型，首先第一个是请求许可的句型，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请求对方的许可要取决于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跟对方之间不熟悉的话，要使用比较正式的语言。那么正式的请求许可的句型叫做 pourrais-je， 后面加上动词的一个不定式，它的意思是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吗？例如Pourrais-je entrer 问的就是我可以进来吗？ Pourrais-je sortir 那就是我可以出去吗？如果跟对方比较熟悉的话，那我们就用不着用 Pourrais-je 这么正式的句型，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形式叫做 je peux， 后面同样是加动词的不定式。例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两句话也可以说 je peux entrer， je peux sortir， 表达同样的意义，但是这两句话的语言层次是不同的。那么当对方向你请求许可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对于正式的问题来说，我们一般用 bien sûr， d'accord， 或者 je vous en prie 来回答。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都是允许对方，都是答应对方的表达法。如果跟对方之间比较熟悉的话，那我们可以用 vas-y， ok， 或者 pas de problème 来回答，同样也是允许赞成的表达方式。我们这课要学的下一个内容是终点的表达法，表示终点一般用无人称句 il est 来表示。在这句话里面希望大家注意，这个 il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他那个 il 了，
这个 il 在法语里面叫做无人称主语，这个 il 不代替任何人，也不代替任何东西，它只是起到一个语法上的主语作用，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那么 il 后面加上数词，再加上我们刚才学过的名词 heure， 就是终点的表达法。例如 il est 9 heures， 它的意思就是现在是九点钟。il est 7 heures， 它的意思现在就是七点钟。如果现在不是整点的话，现在是几点半、几点三十分的话，可以用到我们在课文里面学到的另一个单词，叫做 demi。demi 一般用介词 a 引导，放在 heure 的后面。例如 il est 9 heures et demi， 现在就是九点半。il est 7 heures et demi， 现在就是七点半。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demi 这个单词放在 heure 的后面，它必须得跟 heure 有一个阴阳性的配合，也就是说 heure 是阴性名词，所以 demi 放在 heure 后面一般是要加 a。 好，下面进入我们的互动练习环节，邀请两位同学上来跟我们做一下询问时间和回答的练习。好，首先请这位同学来提问一下，现在几点钟了？Quelle heure est-il？ Il est 6 heures。 Il est 6 heures。 希望你注意连诵6跟2之间是需要连诵的。 Il est 6 heures。 Il est 6 heures。 Il est 6 heures。 很好，谢谢两位。好，下面我们进入这课的最后一个环节，走进法国。法国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干什么事情啊都很讲究 rendez-vous， 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是要预先商量好，预先约定。请人吃饭是要预约的，去银行办事情是要预约的，修车找医生看病都是要预约的，甚至连理发剪头发都要预约。刚到法国的中国人呢，往往是感觉很难适应的。那么一旦当你确定了 rendez-vous 的时间和地点呢，最好还是准时到达。但是法国人呢，时间观念不是很强，有时候可能你准时到了，对方没有准时到，这个时候需要你耐心的等待一会儿。还有一点要提出来的是，法国人的约会一般来说迟到并不是非常的严重，但是跟迟到相比更不可取的是提前到，他们觉得提前到才是不太礼貌的。那么大家觉得法国人这种时间观念是不是比较奇怪呢？应该说跟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学习的是法国人订约会的方式，希望大家回去多做复习，谢谢。Leçon 3. Vous parlez français? 第三课，您讲法语吗？大家好，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法国人约会见面的方式。那么在这一课里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法国人对自己本国语言是怎么看的。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课出现的几个新的因素。这一课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原因是一个鼻化原因，这个原因是 on。 发 on 这个原因的时候，口腔的形状以及嘴唇都是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元音 啊 比较相似的，但是 on 实际上就是在 啊 的基础上加上鼻音，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冲出来。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on on， 这几个单词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bank lente jean gant。我们这一课需要学的第二个元音因素同样是一个鼻化元音，这个元音是 an。 发 an 这个元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下齿，舌前部略微抬起，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元音 i 是比较相似的。实际上 an 就是在 i 的基础上加上鼻音，请大家跟我读 an an。 放在单词里请跟我读一遍 lanBan singe bran。 我们在这一课需要学习的第三个因素同样是一个鼻化元音，这个鼻化元音是 an。 an 这个元音跟刚才的 an 相比，开口度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点在于发 an 这个元音的时候，嘴唇要向前突出成圆形，同时开口度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跟我读 an按。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按。 chacun humble
lundi。我们这一课需要学习的最后一个元音因素是元音 ao。发这个元音 ao 的时候，舌尖要离开下齿，舌面略微向硬腭抬起，开口度比 a 要大一点，但是同时双唇要突出成圆形，这同样是一个圆唇元音。请大家跟我读 ao ao。放在单词里面，请大家跟我读 boch doch loch not。 我们这课要学习的第一个辅音因素是辅音 n， n 是一个鼻塞辅音，发音方法舌尖要抵上齿和齿龈，软腭下降，气流在口腔中完全受阻，由鼻腔外出，声带同时要震动。请大家跟我读 n n。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ni nas nes nen。 我们在这一课学习的第二个辅音是辅音 v， 发辅音 v 的时候跟我们之前学过的辅音 f 类似，上齿也是要抵着下嘴唇的，那么气流从上齿与嘴唇之间摩擦出来，声带震动，这是一个浊辅音。请大家跟我读 v v。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vu voras vive。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辅音，下一个辅音是卷舌音 sh， 发这个音的时候希望大家注意舌尖抬向上齿龈的稍后部分，也就是说舌头卷起来，那么气流出来的时候由舌尖与上齿的稍后部分摩擦出来。请大家跟我读 sh，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shen ash shesh。 我们这一课需要学习的最后一个辅音是辅音 z， 这个 z 是一个浊辅音，发音方法舌尖要抵着下门齿，上下牙床靠拢，也就是说发 z 的时候跟我们之前学过的 s 口腔的形状是类似的，只不过 z 是跟 s 对应的一个浊辅音，也就是说发音的时候声带要强烈的震动。请大家跟我读 z z。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gaz muse huse azure。 好，这一课需要学习的音素我们都已经结束了，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课需要学习哪些语音知识。这一课需要学习的第一个语音知识叫做连音，连音跟我们上一课学过的语音知识连诵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连音跟连诵的区别在于连诵之中的两个单词，第一个单词词尾的辅音字母是不发音的，而如果第一个单词词尾是一个发音的辅音字母或者是一个真正的辅音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跟后面一个单词的词首的元音合成一个音节，这就叫做连音。例如这句话 elle est française， 在这句话里面的第一个单词 elle 是以辅音结尾的，而这个辅音本来就是要发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跟后面的元音 i 连在一起变成 elle， 这就叫做连音了。我们在这一课要学习的第二个语音知识是字母 h 的发音方法，实际上在法语里面字母 h 它永远都是不发音的，但是 h 这个字母出现在词首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叫做哑音 h， 哑音 h 的特点是前面的单词和后面的哑音 h 开头的单词之间需要省音，需要连诵。例如我们以前学过 er 这个单词，它词首的这个 h 就是一个哑音 h， 那么当前面加上冠词拉的时候，拉和 er 之间是需要省音变成 ler。 如果前面加的不是冠词拉而是数次 的话， de 后面本来不发音的这个字母 x 跟 er 就需要进行连诵，我们读出来就变成了 deuxer。 除了哑音 h 之外还有一种 h 叫做虚音 h， 虚音 h 跟哑音 h 同样不发音，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虚音 h 跟前面的单词之间是不能够省音也不能够连诵的。例如 a 后这个单词它开头的这个 h 就是一个虚音 h， 那么 a 后前面加上定冠词
了的时候，只能说了 aho， 之间是不能省音，不能说 leho 的。如果前面加的不是定冠词了，而是数词 tua 的话 ，tua aho 之间是不能够连诵的，不能读成 tua ziho，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阿什到底是虚音阿什还是哑音阿什呢？如果我们碰到生词的话，从这个词本身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通过查字典。那么在词典里面，虚音阿什开头的名词前面一般带一个星号，而哑音阿什开头的名词前面就没有这个星号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 Flash 动画。D'où êtes-vous ? Je suis de Beijing. Vous parlez français ? Oui, je parle un peu. J'apprends le français depuis seulement 6 mois. Le français est une belle langue. 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vos études en France. Oui, bien sûr, je le sais. Mais maintenant, j'ai du mal à parler et à comprendre. Travaillez bien. Un proverbe dit...Petit à petit, l'oiseau fait son nid. 看完这段动画之后，我们来学习一下动画之中出现的生词。这课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生词叫做 do。do 是一个疑问词，它问的是从哪里。比如说 ，d'où venez-vous？d'où venez-vous 问的就是您从哪里来。第二个单词是一个动词 ，parler。parler 的意思是说、讲。例如。Parler français 就是说法语、讲法语的意思。Parler 这个动词，如果后面加上某种语言的话，这个语言前面是既不需要加介词，也不需要加冠词的。Parler français 直接放在一起。但是 Parler 后面如果加上说话的对象的话，对某人说话，这种情况下要加介词 à。而后面如果加上说话的内容，谈论什么事情，这种情况下 Parler 后面。要加介词的。下面我们看下一个动词，下一个动词是动词 apprendre。apprendre 这个动词的意义是学习。例如我们刚才在课文里面见到 apprendre le français。apprendre le français 就是学法语。那么 apprendre 这个动词后面如果加上学习的某一种科目的话，这种语言或者这种科目一定是要加定冠词的。例如 apprendre le français, apprendre l'italien。apprendre l'anglais 等等。下面是一个介词 depuis 是一个表示时间的介词。 depuis 的意思是自从什么什么以来，从过去的某一个时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下面一个是数词 six 的意思是六。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six 的发音也是比较特殊的。 six 词尾的 x 按照语音规则本来应该是不发音的，但是在这个单词里面它应该发 s。这个单词读 six。 下面一个是名词 mois 的意思是一个月、一个月份。下一个是副词 seulement 的意思是只、仅仅。下一个单词是形容词 beau。 注意形容词 beau 的性数变化也是比较特殊的，它的阴性单数形式是 belle， 而它的复数阳性复数形式是 beau， 在阳性单数的 beau 后面加一个字母 x。阴性复数 belle 在阴性单数的 belle 后面加一个 s。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地方， beau 的阳性单数除了刚才学的 beau 之外，这个形容词的阳性单数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也是 belle， 但是这个 belle 只有三个字母 belle。 这个 belle 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 belle 只能用在阳性单数而且又是元音字母或者哑音阿什开头的名词前面。例如 Bellamy 的意思就是漂亮朋友，这也是著名作家莫泊桑所写过的一本小说的名字。下面一个名词是 long 就是一种语言。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important 或者 important， 它的意思是重要的。形容词同样也是有性数的变化。下一个是介词 pour 是一个介词，它的主要含义是为了，表示一种目的关系。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pour 表示对于，例如 pour moi
pour moi 的意义一般是对于我来说。下一个是名词 étude， étude 的意思是学习、学业。那么 étude 这个名词的特点是一般情况下只用复数，很少使用单数。下一个是名词 France， 希望大家注意，这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第一个字母需要大写。France 的意思是法国。那么如果我们要表示在法国的话，一般在 France 前面要加介词 on。 国家名前面到底加什么介词有两种情况，有时候加介词 on， 有时候加介词 o。 一般来说，阴性的国家名以及所有元音字母开头的国家名前面都加介词 on。 那么除此之外，既是阳性又是辅音字母开头的国家名一般是加介词 o。 例如 au Japon， Japon 是日本，这个国家名是阳性的，同时它又是辅音字母 g 开头的，所以前面用介词 o。 而 France 是阴性的国家名，前面一定要用介词 on。 下一个是形容词 bon， 注意 bon 的阴阳性也比较特殊，它的阴性形式 bon 要在词尾双写 n 然后再加 a。 下面是一个副词词组 bien sûr， bien sûr 的意思是当然。下一个是动词 savoir， savoir 的意思是知道、会。 savoir 的用法大多数情况下后面是加一个动词的不定式或者加一个从句，例如 je sais nager， je sais nager 的意思就是我会游泳，或者 je sais parler français， je sais parler français 的意思是我会说法语。下一个是副词 maintenant， maintenant 的意思是现在。下一个是介词 avec， avec 的意思有很多，例如它可以表示具有的含义，有时候也表示使用某种工具或者和某人一起的意思。下面一个是名词 difficulté， difficulté 就是一个困难，例如 j'ai une difficulté， 那就是我遇到了一个困难。下一个名词叫做 intonation，intonation 是我们一般说的语调。如果说 vous avez une bonne intonation， 那就是称赞你法语的语调说得很好。下一个是连词 mais， mais 是一个用来表示转折对立的连词， mais 的意思是但是。下面是法语中的否定形式 ne pas， ne pas 在法语中就是表示否定、表示不的意思，但是希望大家注意它的位置， ne pas 的位置在句子里面一般是放在动词的两边，呢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吧放在动词的后面。下面一个动词是 prononcer， prononcer 的意思是发音。下面一个是副词 toujours， toujours 是一个表示频率的副词，它的意思是总是、一直。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quelque， quelque 单数的时候表示某一个，而复数的时候表示某一些、某几个。下面一个是名词 son， son 当名词用的时候 son 表示声音、语音。下一个是形容词 fort， fort 音性是 fort， 它的意思是强的、强大的，如果形容人的话 fort 一般表示一个人比较强壮。下面是名词 audition， audition 就是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的听力叫做 audition。下一个是动词 travailler， travailler 的意思是工作，例如 il travaille bie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工作的很好，如果说 il travaille mal， 那就是他工作的不好。下面是一个名词 proverbe， proverbe 的意思是一句俗话、一句谚语。下面一个是动词 dire， dire 的意思是说， dire 的用法后面一般是加一个从句或者加一个引语。我们最后见到的，这是一句法国的谚语，叫做 "Petit à petit, l'oiseau fait son nid"。那么这句话字面上的理解呢 ，"l'oiseau fait son nid" 就是小鸟在做窝的意思。但实际上，用汉语来表达，这句话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的成语"功到自然成"。在这一课的对话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句型。首先，我们要区分的是 "être de" 和 "venir de" 的区别。那么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at 的后面只能加一个地名，例如 je suis de 北京，
或者是 Südchin 呢？它的意思是我是北京人，我是中国人。如果说是 Süd Paris， 那就是我是巴黎人。而 venir de 它的意思是我从某个地方来，例如 je viens de 北京，是我从北京来。venir de 后面既可以加专有名词，也可以加普通名词，例如 je viens de la bibliothèque， 那它的意思就是我从图书馆来。但是 at de 一般来说只能加一个专有名词，而它是不能加普通名词的。下面进入我们这一课的互动练习环节，有请同学上来跟我一起做练习，请两位同学做一下对话。 Vous parlez français? Oui, je parle français. Est-ce que votre ami parle aussi français? Oui, mais il parle français avec un accent chinois. Merci, 谢谢两位同学。好，下面我们要进入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走进法国。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介绍一下法国人对法语的这种热爱意识。法国人的爱国意识在西方国家是有口皆碑的，他们认为 Le français est une belle langue， 法语是一门特别优美的语言。因此呢，在与外国人交往的时候，法国人经常执着地说法语而不说英语，即使他们会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他们也不愿意说。如果听到外国人说一口蹩脚的法语，那么他们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因此在商务会谈之中，如果你的法语不太标准的话，你最好建议对方说英语或者其他你懂的语言。如果不是在商务会谈之中的话，在平时日常生活里面，他们会宽容不太标准的法语，说得不太好也没有关系。好，我们这一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Merci, au revoir。Leçon 4, présentation. 第四课，介绍。大家好，在上一课里面，我们感受了法国人对本国语言的自豪感。那么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来学习用法语自我介绍以及介绍别人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课出现的几个新的因素。第一个是元音 O， 元音 O 的发音方法，这是一个元唇音。发音的时候，嘴唇向前突出成圆形，开口度比我们上一课学过的元音 u 略微大一点。请大家跟我读 o o，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auto bateau hotel chose。 第二个因素是一个半元音 w， 发这个半元音 w 的时候，发音方法与我们之前学过的元音乌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发音的时候口腔肌肉更加的紧张，气流通道更加的狭窄。请大家跟我读乌乌，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moi we west loi。 下一个因素仍然是半元音耶，发这个耶的时候，发音方法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元音 e 是类似的，但是要求比元音 e 肌肉更加紧张。请大家跟我读耶耶，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fier travail baille feuille。 下一个因素仍然是半元音 u， 发半元音 u 的时候，舌位与开口度跟元音 u 都是类似的，但是口腔肌肉更加的紧张，开口度更加的小。请大家跟我读 u u， 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duel lui nuage huit。 我们这一课要学的第一个辅音因素是辅音 g， 希望大家注意辅音 g是一个浊辅音，声带要震动。请大家跟我读 g g， 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gare glace guide bug。 下一个仍然是辅音因素 g， 这个辅音因素 g 是跟我们刚才学过的辅音 g 相对应的一个清辅音，发音方法
跟我们刚才学的 g 是类似的，但是要注意发清辅音的时候用口腔发音，声带不震动，发出音来比较清脆。请大家跟我读 g g， 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gar class git bugger。我们这课要学的最后一个辅音是辅音捏，发这个辅音捏的要求是舌尖应该抵在下齿龈上，而舌面和舌的后部抬起来，气流从鼻腔出来。请大家跟我读捏捏，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gani bani signal。我们在这一课里面需要掌握以下的几条语音知识。首先，第一条语音知识是在法语里面怎么划分音节。我们之前学过，音节是以元音为主体的，有一个元音就叫做一个音节。那么，如果两个元音之间出现一个单辅音，一般情况下属于下一个音节。例如这个单词 ，a du dian， 辅音的以及辅音的。都是分在第二个音节里面，但是如果出现两个相连的辅音的话，一般来说应该分开，属于两个音节。例如这个单词 merci， merci 这个单词里面出现了辅音 r 以及辅音 s， 而分音节的时候，辅音 r 属于第一个音节，辅音 s 属于第二个音节。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二个语音现象叫做省音。省音现象是少数以元音字母 a 或者元音字母 a 的单音节词，例如 l、la、m、g、s 这一类的词。如果碰到下一个单词正好又是元音字母或者亚音 ash 开头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们应该合起来读成一个音节，而写出来的话，这个 l、la 词尾的元音字母 a、a 就省掉了，变成一个省音撇。例如我们学过的 say， say 实际上本来是两个单词 s 和 a， 但是因为 s 这个单词碰到元音字母开头的单词都得省音，所以我们把它合起来变成 say。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一课的 flash 动画。Vous êtes Monsieur Thomas ? Oui, c'est moi. Bonjour. Permettez-moi de me présenter. Je m'appelle Li Yong et je suis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à l'Université des langues de Beijing. Bienvenue en Chine, Monsieur le professeur. Merci, Monsieur. Très heureux de vous connaître. Moi aussi. Très heureux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Permettez-moi de vous présenter Madame Wang, ma collègue.Bonjour madame. Enchanté, monsieur le professeur. Monsieur Thomas est professeur du département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à l'université de Paris 4. Monsieur Thomas va travailler 3 ans pour notre université. Ravi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Moi aussi, je vous remercie de m'accueillir à l'aéroport. C'est très gentil de votre part. 看完动画之后，我们来学习一下动画中出现的生词。这一课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单词是动词 permettre， permettre 的意思是允许。那么 permettre 这个动词的用法是 permettre à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也就是说允许某个人去做某件事情。第二个动词是动词 présenter， présenter 的意思是介绍。 présenter 的用法是 présenter quelqu'un à quelqu'un， 它的意思是向某人介绍另外一个人。第三个动词是一个代词式动词，这个动词叫做 s'appeler， 它的意思是名字叫什么。如果说 je m'appelle Pierre， 它的意思就是我的名字叫 Pierre。下一个是名词 professeur， professeur 的意思是教师或者是教授。注意 professeur 这个名词总是一个阳性名词，
即使这个老师、这个教授是女性，仍然是 un professeur, le professeur, 仍然保持阳性。下面一个单词仍然是一个名词 ,université, 它的意思是大学。下一个是形容词 bienvenue,bienvenue 的意思是受到欢迎的。它的阴阳性发音是一样的。下面一个是国家名 Chine, 注意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Chine 的意思是中国。当我要表示在中国的时候，根据我们上一课讲过的内容，前面应该加介词 on Chine, 在中国。下一个是形容词 ,Enhe, 注意 Enhe 这个形容词的阴阳性变化比较特殊，它的阴性变成 Enhez, 也就是说词尾的 X 要去掉加上 SE。Heureuse 的意思是高兴的、幸福的。下一个是动词 connaître 的意思是认识、了解。下一个名词是 connaissance 跟 connaître 的意思是相同的，同样表示认识、了解，但是注意它们的词性不同。 connaître 是动词，而 connaissance 是一个名词，有时候 connaissance 也有知识的意思。下面一个名词是 colleague 的意思是同事。那么 colleague 这个单词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呢？这不一定，取决于这个同事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下面一个形容词叫做 enchanté 的意思是高兴的、喜悦的、欢乐的。下面一个名词叫做 département 这个名词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如果用在学校里面 ,département 是学校里面的一个院系，但是在法国的行政管理体系里面 ,département 是其中的一个省。法国一共有96个 département, 也就是说它一共有96个省。下面一个是名词 littérature 是一个阴性名词，它的意思是文学。下一个是形容词 havi 跟我们刚才学的 enchanté 以及 heureux,这几个都是近义词，它的意思同样也是喜悦的、高兴的。下一个是形容词 même 的含义表示相同的、同样的，或者是自己。例如 moi-même 的意思是我自己。下一个是数词 toi 就是三。下面一个是名词 on 在法语里面是年或者是岁的意思。例如，如果说 j'ai 20 ans 的意思就是我今年20岁，如果说 j'ai 30 ans 那么的意思就是我今年30岁。下面一个动词是 remercier 的意思是感谢某人，在向对方表示感激的时候可以说 je vous remercie, 意思就是我非常感激您。下一个是副词 beaucoup 的意思有两种，有时候表示数量，有时候表示程度。表示数量的时候 beaucoup 的意思是多，表示程度的时候 beaucoup 的意思是非常、很。下一个是动词 accueillir 的意思是迎接、欢迎。下一个名词是 aéroport 的意思是飞机场。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gentil 注意这个形容词阳性单数的时候发音比较特殊，要发 gentil, 也就是说词尾的 l 是不发音的。这课我们学习的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bar 的意思是份、部分。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对话里面遇到了哪些比较重要的句型。首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句型叫做 soyez bienvenue en Chine,这句话的意思是欢迎您来中国。当然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把 en Chine 换成其他的地点，例如 Soyez bienvenue à 北京，欢迎您来北京，或者 Soyez bienvenue à Paris, 欢迎您来巴黎。我们在这一课要掌握的第二个句型叫做 Permettez-moi de vous présenter, 这句话的意思是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某个人。 vous présenter 的后面要加这个人的名字，例如 permettez-moi de vous présenter
Monsieur Dupont.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 Dupont 先生。或者 Permettez-moi de vous présenter ma femme.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妻子。好，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练习环节，请两位同学上来跟我一起做练习。好，我们这两位同学今天是初次见面，请这两位同学互相自我介绍一下。Bonjour, je m'appelle Gilles. Bonjour, je suis Wu Xianguo. Ravi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Moi de même. Merci, 谢谢两位同学。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走进法国。在法国，如果我们初次见面的话，我们可以说 Enchanté， 非常高兴认识您。Ravi de vous rencontrer， 很荣幸见到您。或者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bonjour mademoiselle. 您好先生，您好女士，您好小姐。如果是介绍别人的话，通常情况是把身份低的或者年轻的人介绍给身份比较高的和年纪比较大的人，把男子介绍给女子，把主人介绍给客人，这是比较符合礼节的。对于我们不清楚已婚未婚的女性，年纪比较大的应该称呼 madame， 年纪比较轻的应该称呼 mademoiselle。 如果有错误的话，他们会主动纠正你。好，那么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法国人自我介绍的方式，谢谢大家。 Merci, au revoir。